演艺圈模范情侣 Kate 跟许恩经传分手，媒体报道两人早在去年十一月悄悄分手，理由是 Kate 对许恩管太多，加上许恩事业心重，两人理念不合分手，许恩也搬出爱巢。Kate 回应媒体没有糖基没分手，许恩则还没回应。不过回顾时间轴，去年十月许恩还陪 Kate 走金钟红毯。Kate 吴宗宪。口角时也跟他一起抱头痛哭，被点名分手的十一月 ，Kate 还飞去马来西亚帮女友庆祝三十六岁生日。同月底出席活动又被问到，有吗？有把握不会跟许哥分手？没有把握，真的没有把握。我说我不会分手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就是，当然是很珍惜这份感情，然后但是会怎样我不知道，当然是要做好自己应有的。而许维恩一月份接受虚新闻访问是这样说的：“说要买到房子之后就会有接下一步的动作，现在也都还没有在做。我觉得顺其自然吧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不要，我也不想给他压力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工作。有在朝那个方向迈进？没有，可能大家都会给我们太多的那个压力，对，有感觉到压力？难道没有吗？”不要成为高龄产妇。不会啦，我不担心这一切，有就有，没有就算。